人也多，疏于管教了。但是呢，今天的300大洋啊，确实表达不了我的歉意。托尼，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，我一定满足你。李老板是这样，我们今天来其实就是要个说法。啊，您这么做我们已经很敬佩了。其他也没什么事儿，就不打扰您了，我们就告辞了。慢点，安全啊。 在上海滩，我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记者。今天的事儿就算我们交个朋友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，找蓝泉也可以。这样吧，我给您留个电话。阿福，哎，小姐，是咱们家的吗？今天真的是特别感谢三位。 认识你们是我的荣幸，啊，谢谢。这样，今天啊，我就不挽留几位了。改日，咱们呢还在天使西餐厅，我一定要宴请几位。啊，阿福，送送托尼先生。是。啊，告辞。 蓝泉啊。 刚才真是把我急了一身冷汗，你倒好，胆子真大，还敢把我叫下来。还好他们三个一点都不贪心，人家呀就是想讨个公道。搿几个赤佬有问题啊！你想，他要找咱们要30万、30万、300万都正常，他只要了300块，这就不对了。我看他们不像记者。 你呀，把什么人都想得那么坏，真累。阿福，把这几个人给我盯死了，查查他们的底细，看看什么来路。是。 没有人陪啊！呀，Tony，你疯了！阿威，300大洋，你也太仁慈了吧！哈，我是看到上帝本人了。查理，300大洋足够启动报社了。另外，我们交了新朋友，李兰寻、柳丁，不行吗？挺好的。你真的太书生气了，以后。 再有这样的事情，我就收回这个团队的管理权。No problem, no problem。快快快快快，来大把手，上海的报纸全在这儿了。《申报》《民力报》《时事新报》《大公报》《亚克罗》都在这儿呢。哥，《申报》什么？一个字抄。啊，抄。我。明白了。对吧？咱俩一组，彩铃，蓝云一组。 把所有的报纸照搬下来，拿来就用。谁负责印刷厂？查理。查理 ，No No No Come on！ 天气、创刊第一天，你们就全抄过来，你以后怎么办？啊？这样办报社 ？Really, Tony？ 查理，别火，别火，我尽量想办法，想最好的办法吸引读者的眼球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，好吗 ？OK， 好吗 ？Yeah， 不是这样 ，All right？ OK。 卖报了，卖报了！彩头在此，彩头在此。TNT报创刊酬宾，给我一张。订报纸就送瑞士名表，数量有限，快来看呐！来，大家宁夏，来看一下，不是现在就抽奖，前提是凡是订阅报纸的。 全年订阅，每月就有2名幸运读者。我们会根据你的名字还有地址发放这个大奖，机会难得啊！别错过了！喂喂喂，其实啊，这个报纸一年花不了多少钱订购，对吧？对呀。但是有一点，就2块，咱抽奖几率是不是太少了？你们听我说啊。
因为这个姜饼真的非常的诱人，因为啊，我是认识这个东西的，这个是货真价实的古董，这个最起码要值$200吧？真的假的？这位洋人朋友很懂货呀！听一听，听一听，赶紧听一听啊！你是瑞士人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瑞士人？啊！我们这块表每年要赠送12块，不是2块啊！你很识货，你往前站站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这是瑞士进口的啊！来，大家仔细看一下啊，报纸上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！在哪订？在哪订？就是在哪订啊？在里边，就在里边。慢点啊！怎么样？哦，baby。嗯。你看啊。10000，十个一摞啊。I'm rich, I'm rich. 嫂子，你看，你看，开心吧？嗯，来打赏你们俩的。哎，快点放这儿。哎，别给我弄乱了，都数不过来了。狼哥，我查过了，这些人都是外乡人，他们的报纸的内容都是别的报纸登过的。哎，达林，你说他们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也想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啊，咱们有把柄在他们手里，我担心。笑话，就区区这么几个小操劳，我还怕他不成啊？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这帮人毕竟帮过咱们，是不是？你的人先别动，让周雨桐去谈。如果这几个人就是想借几个钱呢？哎呀，你借给他也无妨嘛。请问您找哪位？请问哪位是托尼先生啊？哦，我是。鄙人是恒顺昌商会会长周雨桐，没有打搅你们吧？哦，您就是周雨桐先生。您的商会在上海做生意做得非常大，很有名气。我讲了。哦，您快请坐。你知道他们？我知道，周先生是上海名流啊，我在报纸上看到过，好像是和李兰群先生号称是上海双雄呢，对不对，周先生？这是哪家报纸胡写呀？我怎么能和李大先生比呢？真是瞎胡闹。周先生谦虚。是这样的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受了李大先生的委托，特意来看你们，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你们的。非常感谢。怎么样，报纸销量怎么样？刚刚开始，勉强运转吧。有人找你们麻烦吗？没有。托尼先生一行来上海，除了办报纸，就没有其他的生意吗？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。你们这么多人，就为了办一个报纸？对，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。资金上有问题可以跟我提。谢谢周先生，目前还不缺钱。托尼先生，是这样的，以后你们想在上海做生意的话，只要正当、合法，数额并不巨大，我们商会呢，愿尽一份微薄之力，这是我的名片，随时找我。那谢谢了，周先生。不用谢我，是李大先生安排的，你们谢他吧。大先生，他说他什么都不要。什么都不要？现在有这样的人吗？是啊。他说不要钱，其他的帮助也不需要。这几个人有点意思啊。还说什么其他的吗？没有。不过我听他们说要慢慢来。慢慢来。大先生，我觉着吧，咱们想法太多了，这伙人没什么目的，
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这几个人肯定有问题。狼哥，要不要我？嗯。这样，让皮特臣再去查一查，看看这几人到底什么来路。不过过几天再去，别引起他们的疑心。福堂，你到底是怎么想？人家主动送上门了，你还给拒绝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一不在就出乱子。别说我们不需要钱，就是需要钱，我也不会张这嘴。为什么？好人做到底啊！我是好人啊。嘿，这李先生是上海滩著名的大绅士，我想他不想欠我们的人情。福堂，你快看，这是今天的申报。128事件里又出了这么多痕迹。哎呀，我不看，看了恶心。你只有申报这样的报纸才敢把他们抖出来。日本人把华界打成粉儿，19路军以寡敌众，苦苦支撑，汉奸们还忙着拿镜子给日本人的轰炸机指引方向。奸商囤积居奇，物价飞涨，政府无能为力，洋人坐视不管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那这些汉奸就没有人收拾他们吗？国民政府的人都在干嘛呢？这个上海的大环境真的很复杂，洋人要的是生意，当官的他要升官发财，这些战后的义士他们做了一些刺杀，但是零星的刺杀又有什么用？福堂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不是周雨桐啊？上面写着勾结日本人，控制股票交易所，吸股民的血汗钱。那昨天来的这个周雨桐是个大汉奸啊！这些汉奸都该死。哎，嗯，周雨桐的名片你放哪儿了？在我那儿呢。去一趟，把人带回来。嗯。哎，你也回去吧。哎。出事儿了，走。去李大先生那儿。走啊！别动！后悔，后悔饶命！谁要你命了？你下车一直走，别回头，快！过去开车。我？快点！好。他们的电话号码弄明白了吗？福堂，哎，来运，你们怎么来的？开他的车。车在哪儿？楼下。shit。哎，你去晚了，出去晚。
要钱还是要命？要命，那你们要多少？有多少要多少。好，我有一栋宅子，有辆车，再就是几根金条。哦，还有一些美金。大洋呢？大洋有多少？大洋，大概20万吧。撞过来，看着我！啊！别停！不是，你得说实话啊！说，大哥，我真的就20万。赔本的，我是替罪羊，真正和日本人圈钱的，有别人圈，我不能说，说了我就活不成了。不说是吧？我说是李兰群这个你是周雨桐的司机？是。他被谁绑了？不清楚。在什么地方绑的？商会门口。出去吧。这报纸刚登出来，这么快他就被绑了，这能是谁干的呢？也太巧了，不会是托尼他们那帮人吧？狼哥，现在怎么办？马上给皮特森打电话，让他立刻到报社，看看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。雷蒙先生请你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办公室还是蒙迪欧酒吧？酒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家吗？是。家里有人吗？没有人。孩子上学了，老婆去找人打牌了。走，下。这是少废话，合作就少吃苦头。我写什么？说你去美国出差1个月。我能写英国吗？我喜欢英国。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快点。
英租界的关卡新建成了20个，我见到了，是很壮观的大石柱。法国不能输给英国佬，我们也要翻建租界关卡20个，要全新设计理念。要是这样，为什么不直接在法国找设计师？那样不更便捷吗？哦，不行不行，他们太贵了，就在租界找，任何人都可以。 只要他能拿出可行的方案就行了。好吧，我尽力去办。周一彤，这个本子里头记了李兰群那么多黑账，他知道有这个东西吗？我怎么能让他知道呢？那他和日本人的生意来往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他和日本人私下做生意。 从来都不让我知道，那你凭什么说他是汉奸呢？他肯定是汉奸，他要不是汉奸，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行。Tony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李兰群的钱我们可以研究研究。下面有几个人盯咱们好几天了，看着像帮会的人。 是不是你的人啊？我问你是不是你的人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哪有那么大面子啊？不管他，随他们去。嗯。袁航 ，TNT 报社，欢迎欢迎。巡捕先生有什么贵干吗？听说你们报纸办的不错，这个月还有抽奖吗？有，我们月底就抽。 我可是订了一年呢。谢谢，谢谢巡捕先生捧场，祝你好运。我问一下，楼下有一辆无牌照的福特车是你们的吗？车？没有，我们没有车。哎，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？ 哦，是吗？上个月在查尔斯公寓，我抓了一个劳伦斯，他旁边就是你，还有这个洋人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和劳伦斯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债主，他欠我们 TNT 报社的钱。哎，这位很面生啊，上次没有见到吧？ 我，这是我们的美术编辑老谢。我是法租界的巡捕皮特陈，楼下那辆无牌的福特汽车有什么消息？记得告诉我。一定一定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周一彤，这个本子上记的都属实吗？ 肯定，只有漏记的，没有冤枉的。托尼，本人叫何辅堂，是陕西警方通缉的要犯。过去呢，跟土匪王三村混在一起，王三村的势力被消灭以后，他就没了踪迹。皮特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哼。 我们巡捕房每个月都有内部通告，新一期各省通缉的要犯名单中就有这个叫何辅堂的，说他可能死掉，也可能在逃，并附有画像。从陕西的事发时间上看，他刚到上海不久。我也是出了他的报社才想起来，通缉的人应该就是他。皮特，你们巡捕房可以抓人吗？有一定难度啊。 因为是外省逃犯，尤其是华人，这是不归法租界巡捕管理。不过兰哥要是想抓他，我可以联合其他租界的同僚，把他赶出租界，之后可以动手。不，用不着急吼吼的。哎，周雨桐在不在报社？在，自称是他们的报社美术总编。<笑>美术总编，哎呀，他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应该没有。
周雨桐他根本就不认识我，但我在报纸上多次见过他，我不知道这个人与何福堂之间有没有什么瓜葛。我实话跟你说啊，这个周雨桐啊，表面上是恒顺商会的会长，其实他是个汉奸。汉奸？对。早在128事件的时候，他就是替日本人做事的。这个汉奸怎么跟他们搞到一道去了？我跟葛泽草老啊，看上去是生意伙伴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底细。他对我呢，也是怀恨在心。这次这个何虎堂，我想应该就是他找来的，早晚联合起来对付我。这是法租界，容不下一个日本汉奸在这里兴风作浪。老哥，你放心，我要向上级申请24小时保护你的安全。不不，目前不需要。放心，需要的时候我肯定找你帮忙。林三，谢谢你的工作，辛苦了。兰哥，这是分内之事。啊，走了。看来这事麻烦了，有可能真的是何福堂绑了周雨桐了。兰哥，现在怎么办？叫我想想。老板，有一位报社的托尼先生来访。嗯，他来了，叫他等一下。是。老婆，这样，你带几个人去一趟周雨桐他们家，高恩路19号。他们家的书房里啊，有个保险柜，我怀疑这里边有什么东西。用你自己的办法吧，把柜子给我打开。如果里边有东西，一定给我带回来。如果没有的话，直接去报社把人给我抢回来。是。先生，你们怎么不进去啊？等着阿福通报了。摆什么臭架子，你们也不是外人。 Black， 我记得你。你好，柳小姐。有腔调。谢谢。托尼，今天找我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？我呢，想在上海开家银行。你有多少钱啊？开银行？不到200万大洋。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不，有这么多钱，你还办什么报馆？这不是屈才了吗？刚来上海就想一步一步来嘛，想开一家报馆，这信息也快，但时间长了，发现上海的水是真深。后面没有人帮着周旋的话，真做不了。本来我就想，如果李老板您能帮我一把的话，礼数上我是一定要进的。我们有钱，不缺钱。哦，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我也是想交你这个朋友。谢谢李老板。这样，这几天啊，我忙完手头的事，我帮你打探打探，必要的情况下呢，我看看给你疏通一下。哎呦，谢谢李老板。不过你别着急啊，最近啊，租界里头的事情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。这什么图啊？法租界里啊要新建24道关卡，哎呀，也都是上头的意思。
我找了几个设计师，草图也出来了，但都不太理想。哦，我可以看看吗？可以啊，来来来。为什么得建24道关卡呢？这个关卡虽小，它是建筑的浓缩啊，是最见水准的。来，你看这个，这不英国租界建了20道关卡吗？嗯哼，还挺壮观的。这雷蒙先生啊，不愿意输给他们。哎呀，其实让我看这有什么呀？不就几根柱子吗？哎呦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柱子，这是哈夫拉河谷神庙的厅柱，埃及建筑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学这个的，我学建筑的，这是我的学生作业。你在哪儿学的呀？啊，宾夕法尼亚大学，美国啊。啊，哎呀，托尼，看来你还真是个人才啊！一早我就没看错你啊。托尼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我有个不情之请啊。您说，你能不能帮我设计这关卡的图纸啊？哎，确实啊，设计费是不太多。但是这可关乎法兰西的面子啊，对于我个人来讲，这也很重要。这样，你如果帮我这个忙，你开银行的事我一定帮你疏通去。这个图我可以试试。我等你的图纸。哎。哎呀，啊！密码。我不知道啊。密码。Jack， 撤。啊，请问这里是TNT报社编辑部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是震旦大学的，我们的一位老师得了重病，想通过你们的报纸呼吁一下，为我们老师进行一次社会募捐。好啊，公益活动，我们义不容辞啊。这是我们的材料。这里，指挥长，我们是来救你出去的。什么？来，走。啊！别动啊！我不能走，我走了孩子会没命的。我不走啊！我走啊！我不能走啊！哎呦，走了走了，我孩子会死的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，走啊！哎呦，我不能走啊！我不能走啊！别动！我的孩子会死的！我走了，走！我的孩子会没命的！蓝月，别追！装成学生进来，到底会是什么人呢？不清楚，我也想不明白。反正他们不想跟他动手，等大哥来再说吧。嗯。蓝群的人吗？不确定，可能是帮会的人。这么说，李蓝群请了人，要跟咱们挑明了？不可能，他暂时不会动我们的。最起码他得帮我开银行，我帮他画图纸啊。不会吧？他给咱们出钱？
不是他们出钱，这钱咱们自己出。大哥说了，拿200万启动资金，咱们有钱，是不是大哥？我们哪有钱？福堂，钱从哪儿来啊？从你这儿来的。我哪有钱啊？哎，福堂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说说。你说说。你说说。 说什么？哎呀，钱！疯了，别理他。他自己说拿200万启动资金，他先不乐意。 前几天刚给你老娘过完90大寿，他要是晓得了侬搿能介对我，都不说伤心啊！老板，说说吧，跟何福堂他们混什么呢？没有啊，是他们抓的我。你跟他们说什么了？没，我什么也没说。 我的人可是去了你们家，你保险柜里什么都没有啊！我保险箱、钱都被何福堂拿走了。哼，谁要你的这个臭钱？难道就没别的了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那我提醒你。 想当初三年前，我做外滩那件事的时候，可是你提醒我要暗记一笔账，以防不测的。你跟了我那么多年，难道就没记过点什么？没，我哪还记您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。到底有没有？ 东西呢？没，都被他们抢走了。你交给何福堂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？是。